是什么情况？我们丐帮之前年来一直发展壮大，而且还交了不少经过丝绸之路而来的西域兄弟。他们的风俗习惯就是明天庆祝平安夜，后天庆祝圣诞节。过节啊，过节好啊。嗯，帮主，你有所不知啊，西域来的兄弟都好好过节了，导致我们中原的兄弟有点诚心添乱。 不但不按照他们的传统来过节，而且还发明了一些奇葩的风俗。帮主，他们说平安夜要吃苹果，圣诞节要吃蛋，要帮主放银子下来给他们去卖吃的，还有三节糕。这都是什么呀？竟然为人黑人的问号啊！什么鬼呀？听说有中原兄弟已经吃化啊？是什么这话？愚人节要帮助花钱。 买雨车，啊！那情人节嘛，叫帮主花钱找情人呢、啊。如果不立刻制止的话，会没完没了的。嗯，可不是嘛。你们有什么好的建议啊？想我丐帮，民间的本就是助人为乐的正能量，这样下去，岂不是成了吃喝玩乐的团伙吗？ 比如明天的平安夜，嗯，中原兄弟每一定要过来话，要过成为了老百姓祈福平安的节日。嗯，对，好主意，好，祝你平安，让那快乐围绕在你身边。 是黑龙江卫视联合推出的《非正式会谈》，我是被新人抢走粉丝、内心非常替他们开心的会长大佐。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坐在米可旁边，相信很多人非常吃醋的副会长杨迪。自己心里多少心酸泪啊！我有什么好心酸？我习惯了。大家好。 我是偶尔自费买点醋吃，但是从来舍不得让老婆吃醋的。秘书长陈明，好男人，好男人。大家好，我是明明知道有些人在吃醋，却偏还要添油加醋，不小心还滴到了衣服上。他们书记官，你这个其实很好，能不能不磕吧？ 啥玩意儿？你那是咖啡，代表了一种生活的品质。你把生活烙印在了自己的服装上，我觉得，就像上一期杨迪一样，你知道吗？录了一半，杨迪才发现自己的大门牙上卡着一颗辣椒。不是大门牙，是哪一个？你当时有没有看到？看到了，真的吗？真的看到。你为什么不给我讲啊？中场休息的时候，我去化妆间。 我发现我这有个辣椒皮，然后录了半期了，我给导演说，我说你们去那个机房那边什么看一下嘛，他们说没事，到时候帮你圈出来放大。其实刚刚他讲到米可应该告诉他。
你可应该大声地告诉他，应该把这个事儿其实炒作一下，吆喝出来，然后反而呢就变得没那么尴尬了。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全球文化相对论的内容就跟吆喝有关系。哦，有一点硬。来，我们话不多说，当然了，我们还是要多说一下哈，多说一句，就我们这一期我们的礼物还在。啊，对，张伟还坐在这边，再次的欢迎他。那边啊，对，我又来了。你好，欢迎欢迎。第三季节目已经播了两期了，然后大家还挺爱看的哈，然后非常感谢大家捧场，也希望大家有事没事多帮我们吆喝吆喝。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全球文化相对论。今天要聊什么呢？就是各国都有集贸市场。还真有，对吧？集贸市场当中呢，最特色的一个元素应该就是那种小摊小贩儿，然后在那边喊呀，吸引大家过来看呀，来看看我们这个东西才是最棒的、最好的。但是在中国有很多种叫卖的方式。中国现在已经偷懒了，大家不怎么叫，就在一个喇叭里面先把它录好，一播放就开始了。样样十元，十元一样。最经典的就是那个。浙江温州，江南停车场倒闭了，原价100多、200多、300多、400多，通通20块，全是这种东西。哎，你们湖北有没有什么特色的？我记得小时候有一段时间有一个，也是喇叭里面循环播放的，叫三野卤鸡蛋。前几国，北岛，好的很，是不是？我听的就是湖北的，是不是？对对对，硬给我塞到四川卤鸡蛋，我说我们四川没有这个东西呢，我说我是不是四川人啊？还非常感谢四川卤鸡蛋，1块钱3个，味道好得很。你们俩用那个湖北人一直在那个湖北卖四川卤鸡蛋，但我们四川人很少吃卤鸡蛋，我也不知道，因为他那卤鸡蛋里面有一点点辣，是不是？川味的，你喊一下。四川卤鸡蛋1块钱3个，味道好得很。哎，你牙齿上有辣椒？有，天天都有辣椒。没有。你刚刚讲辣椒的时候，我就开始看着杨迪的嘴，我特别不理解他，他为什么每次都把唇膏涂得这么亮？我给化妆师打个电话，每次都他这种刷的，而且他上下每次颜色都不一样。因为化妆师过来就。你上面是粉的，咬唇，闭嘴吧你们，好尬。我们坚决不闭嘴，我们一定要吆喝出来。我想各个国家应该有一些自己吆喝的一个方式。我们今天在现场呢，就邀请各个国家不同的那个吆喝的朋友们站出来，跟我们来演示一下，好不好？我们让钱多多、悠悠、龚碧阳，我要提醒一下啊，你们今天不但是。展示你们的吆喝，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还有个小任务，就是你每个人尽力去吆喝之后呢，我们会给别的人一个硬币，干嘛的？一个人一个硬币，你们喜欢谁的，想买他的东西的话，是你们就把硬币给他，哎，给他谁硬币拿得多，对吧？你谁硬币拿得多，好不好？导演组又憋了一个礼拜没有吃盒饭，做了一个新的道具，我们来看一下，来。我们现在已经就位了，从就位这个状态来看出来，钱多多人气相当的旺。完全没有人理你，多多的话，不要管他们。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尼日利亚的这种叫卖的这种方法方式。在尼日利亚呢，因为我们国家比较热嘛，所以呢，夏天的时候呢，会那个卖一些冰的水，比如说 pure 就是纯净冰水，然后 pure 的上面会把那个词拉得特别长，然后呢，这个是就是因为没办法带那个热饼来，这个是月饼，热饼。没有办法带着那个饼来，就是我们有一种在国家卖这个卖的，那个是热饼，然后他们会说啊，你过来，这个是热饼啊，你吃完之后你会很爽。本来是把这个东西放在图上，你放呀，放我在图没办法放。哇，有钱，你就没有，多多你就把一瓶一瓶塞进去就可以了。你帮我买一个。哎，我那边。哎，这个发型更好看哎，但是底座有点容易歪。手扶一下吧，你扶一下吧。现在呢是夏天，我来给大家卖。给大家。我靠！
这是南瓜。有，我惨了。这是南瓜吗？竟然是。啊，花蝶可花蝶可啊蝶可飞飞来了。如果那个人离你很远很远，你是不是要超大声喊？比如说这个是马路，你过不去，但是你希望那边的人买。阿姨，我要一瓶水。我操！阿姨，这要水。我操！金瑞，你不叫他们过来买。知道了，不买了。这个是刚刚他介绍的尼日利亚的一种叫卖的方式。啊，是。那我们再来看一下那个日本，因为日本吧就离不开这个寿司这个玩意儿啊，就那个模仿一下他们是怎么口号的哈，好不好？什么口号？いきます。哎呦！我来帮你吗？你不要这样，骗我心了，你吗？你要把自己绑成单眼皮。走了，走走。这怎么这？一开始呢，一般的。みんなも一緒にお寿司を食べないか？食べないか？食べないか？よかったらみんなで聞いてね。你继续，让客人来了，客人来了。不是不是，我们真是一个上班大女人。这是什么口味？那是三文鱼。我这来两个三文鱼，麻烦帮我打包。好嘞，神经病。真的这样？不是，这样是门口的口号是这样，然后呢就客人觉得哇那边好热闹，然后就过去。客人本来走路走得好，一走着。就不由自主突然有点走节奏是吧？好，再来第三个。光斌啊，我输定了，我的妈呀！你们先不是，你先说一下。这个是在阿根廷的火车站或者在火车里面卖的。哦。他们这个东西很高级，真的。然后因为在加热这个热狗，有热狗。哦。哇，有热狗，然后呢？有咖啡，还有报纸。报纸。对，因为在火车里面你看报纸，对不对？然后呢，他们所以这个很沉，所以他们走路也是这个样子。啊。然后呢，他们也用的声音特别奇怪，比如说要说咖啡的话，一般要是咖啡嘛，然后他们说。你怎么知道？对，差不多，他就是说。咖啡，他们真的是这样，咖啡，然后比如说班车说，班车，好吓人，班车，耶！你先走一下，别忘了先走开。现在还没喝水啊？我有咖啡。坏了！一个世界性的集贸市场，三个人同时叫卖会什么效果呢？三二一，请看。但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不管你的口号多么厉害，都没有节奏感，永远是最简单的东西才是最吸引人。这条街不管在卖什么，我只想买一样东西，就是我觉得只有这个东西我特别有兴趣想要买。这样我们决定不了，好不好？接下来所有的代表就依次的路过，好不好？一个一个的路过，你们就自己继续叫卖，好吗？看看谁把东西给你们。来，三、二、一，开始。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边。别我的，哇哦！别我的鸡肉，哇！
全都OK。你把那个拿下来，这个拿。发型乱了，哎，居然没怎么乱。哦，发型没变。哇，好美啊，这。哇哦。呀，我太值了。别卖了，没有人来。再来看一下悠悠，哎，一二三四五，你呢？四。四。悠悠获胜了。哇哦，性价比高，你看是寿司呢，我的。废话，节目组给他准备的是水，给他准备的是寿司，对，给他准备的是热狗，你当这些人傻呀？嗯，所以我们要恭喜，在这一轮获胜的就是悠悠。谢谢。小强吃开心了吗？很开心。土耳其有没有什么特别的集贸市场呢？我们国家有很特色的一个调枣市场，全欧洲最大的一个调枣市场。这个调枣市场是就是卖二手的东西。我之前在这个市场卖了一本书，是1923年左右的，就是书主以前是寄一些东西。这个寄的东西是真的很有意思，他那时候是爱上了一个女孩子，然后呢他写了这样，他的眼睛很漂亮，跟海雪一样蓝似的，像跳下来，他的睫毛是跟剑一样，剑就是 arrow， 是那个很直很长的，然后呢他的眉毛呢跟弓一样。我看这个字，我发现了100年之前的土耳其，真的有很特色的、很非常非常漂亮的爱。由于他之前给我们准备了，就是大概告诉我们诗的内容，你们刚刚听起来是不是就觉得，讲实话也就还好？大概是这样的，他的睫毛像剑一样，很长很直；他的眉毛像弓一样，看他的眼睛像跳进了海里。就很肉麻的一些，对，我只想到小罗的眉毛。他说二手物品，因为我非常喜欢二手物品，因为便宜啊，第一嘛。但是二手人家用过的很多时候有惊喜，因为我有一次看一个电影，就是他买了一个二手的柜子，结果那个柜子里面有，打开有人，对，住在里面是家里什么，买了一个书柜，然后柜子里面有曾经这个的主人写的那种书稿，还没有出版过。这个电影就非常浪漫，他就把这个书稿假装是自己写的，那怎么出版了之类的，就衍生了一段故事。但是这种二手的东西经常会给你很多惊喜，就像刚刚他是买那个二手的书，里面有那种读书笔记嘛，就有这样一首诗。在美国卖枪的市场是很普遍的，对，就是在各就很多大的城市或者小镇都有，在一些公共场就可以买卖一些枪。然后我觉得最有名的应该是 Miami 的一个，给你们看 Miami。然后在这儿你可以买各种各样的，比如说 AK-47 AK-47 哦，手枪，太夸张了吧，真的手枪都可以买，只需要有一个就是持枪证才可以买到。然后那个 AK-47 这种那个最便宜的大概是200美元，所以我们哇，那么便宜，这么便宜，对，很多人都可以买得起啊。你有持枪执照吗？我自己没有，我爸爸有。我们的持枪权利是跟我们历史有关，因为本来不是美国，不是英国的一个殖民地吗？嗯。然后那时候我们没有一个军队，但是很多家庭都有自己的枪，然后他们用这个枪来反抗你们的政府。然后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有这个权利。这个也是你们现在一直在面临到的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哈，棘手的一个问题。刚我们美国的哥们儿提到了枪。刚好来讲讲我们瑞典的一个文化。大家知道北欧森林多，动物也多，所以说瑞典人很早之前就开始拿枪打猎，留了一个。你们那么慢能打着猎吗？我觉得你枪开下去，兔子搞不好都老啊。猎物，乌龟啊，蜗牛啊，都是。你不能专门打乌龟、啊。还好那时候人少，动物多啊，走了一个又来一个啊，你可以慢慢点啊，没事。其实前几十年还有呢，还有人就是说，当一个男孩变成男人的时候，我们就要送他
一杆枪。哦。通过一个成年礼啊。然后呢？然后我觉得圣诞商可以送他一把猎枪，因为有这种事儿，所以说瑞典人对这个打猎文化十分感兴趣啊。北部有一个城市，一个小地方，很北，就是靠近北极圈，一个叫中文叫约克莫克，每年冬天最冷的时候，最寒冷的时候，一月会开一个约克莫克冬天市场。你自己被自己卖笑了，你觉得你卖吗？以前怎么开火车的？大叔还没讲完，还讲讲讲，接着讲，还没讲完呢。你们可以看一下啊，画面太小了，四张张讲，四张照片放在一张，这些就是一些枪啊什么的哈。对，张伟真的会上很喜欢你。要是我这种的速度发言，早就第一期被淘汰。不只是我喜欢，观众选择的他。对，观众的礼物说明一切，我们是最听观众话的。观众现在希望华伯伯留下的打一，不希望的打二。我们让二充斥整个屏幕吧。我到时候肯定截图给你看。来，小贝。墨尔本有一个比较有名的一个能叫跳蚤市场吧，但是也不是一个典型的一个跳蚤市场，它叫 Campbell Market， 这就是 Campbell Market 的照片。然后就会有，比如说人家开面包车过去，然后就从面包车里面卖东西。这个的话也是周末上一直会有的，所以平时这些人都是礼拜一到礼拜五有平时的正常的那种工作。澳国有那么落后吗？那个照片看起来。澳国？对，你的祖国。澳国哪里？那块儿，我不知道那个照片是哪一个地方。这就在墨尔本呀。是吧？这不是你们最发达的一个城市吗？在郊区。哦。在捷克兰呢。然后就是在那种停车场，就公共场所的停车场里面就会摆，所以周末的话反正没人停车，所以就会过去。你们终于知道了澳大利亚。就这样。哦。怎么了？谢谢。田元昊偷偷的在说什么呢？翻了个啥白眼？我们真是，这才是就很接地气，很亲切。接地气，多好。墨尔本落后吗？墨尔本有点落后啊。我好像没有什么印象。人家只在布里斯班生活过，还敢说墨尔本？我只面对你，就一个这个好吗？没有，我觉得整个澳大利亚非常的接地气。去死！玩笑和礼貌是两回事。那么，你们非常不接地气的英国呢？我们那些小商贩市场特别的洋气 ，so fashionable， 你知道吗 ？Really？Yeah，fashion， 非常的洋气。Oh my god！ 这个是伦敦的一个，就是很 fashion。你看都是年轻人，然后卖这些吃的那些是都是一些什么人？他们已经在一个著名的餐厅工作，他们就辞职，他们觉得小商贩比较自由啊，或者有一些人可能本来在金融中心压力很大做白领，他们就辞职，然后在这里开一个，就是创业。对，就是一些很年轻、很时尚的那些文艺青年。然后另外一个是这种卡车卖红茶，然后你去英国很多景点，比如说很漂亮的山啊什么的，都会有这种就是小卡车，然后卖红茶和一些小蛋糕啊什么的。这样很 fashion， 非常的 fashion。这样，第一次我去英国 fashion， 第一次。英国是很 fashion 好吗 ？Hello， 不是意大利吗 ？Hello， 都来。It's me。Hello。比海意大利还吃什么？请问意大利人土爆了好吗？再来，大嘴，你让大家来一次。One, two, three, go. Hello， 米可，哎，米可，你说一个。Hello， excuse me， 来，一起来。Hello， excuse me。Are you kidding me？ Are you kidding me？ 来个吕燕。这个丑不了哎。刚刚是钱多多从尼日利亚弄了那个什么东西，往从你们头顶灌进去，真的一下子就中邪了。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俄罗斯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市场。我以为 Mikro 要说呢。我们俄罗斯，我没有照片，现在准备的不好。那你说吧。过，然后我先解释一下。我解释一下。瑞林，我们在俄罗斯。Unbelievable。Yes。
我们在俄罗斯有貂皮市场，你们都知道，就是俄罗斯是非常非常冷。对，你确定你说的是俄罗斯的事儿，不是你们东北的事儿啊？我感觉东北也非常非常的冷，俄罗斯老冷了，知道吧？非常冷。然后呢，就会卖裘皮大衣。第一，它是为了御寒，而且就非常保暖。它在中国的一些就是不是很冷的地方，它会穿起来非常热。第二呢，它是一种就是怎么说是。一种尊贵的象征吧，应该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品质，对，它每一件可能都要就最打底要5万块，但是现在人民币啊，对，人民币，现在人民币，你看越来越多，就是假货，现在掺进了非常多的假货。我妈妈有5件，全是我爸爸送给我。25万，我还以为你想说我妈妈有5件，全是假货。我也有，我妈妈有5件，是不是假的呢？不是假的，我只有我爸爸这种老炮儿才能看出来他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老炮儿都能做出来。对，你还会什么呀？反正会的肯定比你多。哎，我讲一些历史，就是俄罗斯这个国家，其实在貂皮的市场上是建的。如果没有貂皮，就没有俄罗斯这个国家。国家其实在貂皮的市场上是建的。如果没有貂皮，就没有俄罗斯这个国家。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非常好，为什么有5件？对，爸爸每次犯一个错误买一件，犯一个错误买一件。什么错误？ 爸爸犯的错误是什么？什么错误啊？犯什么错误？就是惹我妈生气了，然后为了哄我妈妈买一次，不是其他事。不能买别的东西吗？比如买瓶 water 给妈妈。俄罗斯就是女人嘛，她非常喜欢。你有不同颜色，我妈妈有一件白色的那个貂皮大衣，对，非常非常漂亮，尤其是下雪的时候。我也不知道。刚刚在钱多多的眼神里看见了一种对貂皮大衣的渴望。你肯定很喜欢。对，因为第一，他的国家从来没有让他感受过这种东西。第二，他自己也很喜欢这种穿起来很 fashion， 很富贵，然后很异国风情，同时又很 international 的东西。我想像萨莎的妈妈一样。今天我们就要帮多多妈妈实现这样一个梦想。我们在现场紧急从江南皮革厂那边调过来了几件貂皮的大衣，然后呢，我们要邀请钱多多、吕瑞、米可、悠悠为我们来走一个秀，好不好？我要提醒各位观众的就是，在钱妈妈带领着模特走秀的同时，我们千万不要忘记了，这边还有一位非常忙碌的张爸爸。干嘛？张爸爸，您吃您的，身体重要。来，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关注钱妈妈的梦想。哇哦！米可这段走秀的主题叫做我只是长得有点像个模特而已。米可回去。接下来有请二号嘉宾李瑞。Professional。李瑞这段走秀的主题是我没有很高，但我真的是个模特。接下来我们要欢迎的是今天的三号模特，连妈妈的好儿子傻大特。得帅点。一个字就可以概括，就是各位观众，我们的梦想来了，让我们一起欢迎钱妈妈。哇哇，帅气！钱妈妈今天穿的这件貂皮大衣有个非常响亮的英文名字，叫做 Pure Water。终于换了一件彩貂了。接下来，1、2、3，走！有请我们的三位男模，根本不想和大家前排的代理，你好，你好，好尴尬，怎么像一个木头一样？哈哈哈哈哈！江一，你可是走路怎么会这样？谁给你看一下？然后手在抖啊，有点紧张。有那么紧张吗？不紧张。然后脸是这样的，脸是。
谢。谢谢萨莎给我们带来这个非常精彩的一个俄罗斯的一个衣着服饰的展示吧，因为有他给我们带来这样一个主题，所以才后面不知道怎么回事才有了爸爸妈妈突然冒出来。好了，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意大利。来，我想讲的还是跟黑手党有关系的，因为大家知道在西西里的黑手党是很强，所以嘛，所有的商店的一个特点就是每个月需要交一个保护费。所有的商店，所有的大的小的都需要交。如果不交呢？第二天你的商店肯定被烧毁了。烧了？比砸还？你是住在西西里岛对不对？对对对。你有见过黑手党吗？我爷爷他的社会地位还是算挺高的，所以有一天。所以我真的有一天，我跟我妈妈说，妈妈，咱们的爷爷是不是黑手党？然后呢，他的回答就是，你不要随便说这句话，你不要随便问这个，不然的话，你可能第二天我们需要搬家的。所以你爷爷是不是呢？我只能说你们以后对我好一点。开玩笑的。开玩笑。你讲半天。接下来这个环节当中，我们让华波波来压一下咒。来，我们在伊朗有一个东西叫巴扎大巴扎大巴扎。我跟大家看看图片啊，整个气氛很不错。然后在这里呢，如果大家去了伊朗，一定要去伊斯法罕的伊玛目广场，是第二世界大的广场，然后那里可以卖波斯地毯、香料啊。但是大家要记住哦，去了伊朗一定要讨价还价呀、啊。你要演吗？其实这个是我要演的，他跟我说我们一起演，这个我们也有，然后我没办法了，我现在说一个事情啊，哎、不演了，来讲演了，你们不演了，来，什么偶像？他每天晚上说你明天要说什么呢？然后他每天晚上把我乡间屋上说的这他要学，他先说的，然后就马上就过来这边，天哪，欺负我了，我哪里问过？小强，他昨天晚上偷了你的段子，是不是？绝对没有，绝对我也觉得有。没有。来，三二一，开始。哦，老板你好。哎，你好，这儿有卖波斯地毯的吗？波斯的也有，土耳其的也有。多少钱？我要买波斯的。我这边有一个地毯，你看一下。嗯。做这个地毯的人已经眼睛盲了，他做这个地毯20多年了。嗯。全部是收工的。嗯。要不要买？我要买，但价格多少钱？25万。25万。是的。这个凭什么呀？来，不可能，我不要，不，25万太贵了。你来，嗯，那你出一个价格嘛？我觉得这个东西最多就5万块钱。5万块钱呢？对啊，太不会这样子吧？太，不，来，20万块钱，来20万块钱，来，20万块钱。20万吧，我最多我可以再加一个2万块钱。他价格一定要接受，这就是你偷别人段子的下场。我发现在聊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脑海当中有很多的回忆，就会回忆起自己，如果你要去不同的国家，或者说你在中国不同的省份，你去不同的市场当中，你能感受到真的是很多很多，对吧？你出国的时候，你应该也有那边，你们墨尔本那边是不是？我没去过，我没去过。其实去过美国，哦，去过美国。骗人干嘛？墨尔本。你不是说你没去过吗？我没去过。哦，我以为你说你没。哎，好奇宝宝。他有那个南方的口音。闭嘴的意思。他有南方。你有南方口音。哇、哦！罗世杰来了中国一年，直接质疑我有南方的口音。他说你没有南方的口音吗？你不要乱说嘛！不要乱说。西南口音。西南口音。其实。用一个简单的概括，全世界的沃尔玛呀、家乐福呀这样的超市都差不多，可以砍价吗？但是全世界的集贸市场却各不相同，就能够看出来这是当地文化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体验。那接下来呢，我们刚刚是聊完了可以说是柴米油盐，接下来我们就要聊点风花雪月的事情了，有我们今天的提案环节。今天的提案环节呢，我相信年轻的观众会觉得比较有意思。其实我看到这个提案的时候呢，我个人还蛮想参与到其中的讨论的。是吗？来，有请陈超带来今天的提案。好，加油 ，fighting， 加油，什么意思？你知道我们的那个书记官经常口误是吧？你说他的口音嘛？对，他的口音重还是我的口音重？你的口音重。他有没有口音呢？啊，他因为他是在北京上过学的，所以我觉得他的普通话可能是标准。谢谢啊。
接下来有请陈超带来今天的提案。我有一个女朋友，她颜值高，性格好，不爱买买买，周围的朋友都觉得我是最大的人生赢家。但是我最近发现她在网络游戏里和别人结了婚，还有了宝宝。有一次就被我看见她隔着电脑屏幕朝人家叫老公，气得我感觉自己都叫别人老公，叫对方老公。对，你也错了。好了好了，算了算了，继续，不要互相伤害。气得我感觉自己都变绿了，这真不能忍。后来他解释说，这只是网络游戏而已，又不会真的和那个人见面结婚。而我却非常的生气，线上聊得来，线下肯定会约。我把这个事情说给了朋友听，朋友要我做人大度，何必为了游戏而吃醋？我很困惑，请问我该不该因为女朋友在游戏里叫别人老公而吃醋呢？觉得应该的，请亮灯。端端，应该吃醋。演讲完毕。我亲眼看到，我真的，哎呀，我还以为说我经历过这个。没有，我亲眼看到，我真的，我上次录一个那个一个爱情那个节目，然后有两个亲友，然后主持人问他们两个说，你们两个是怎么认识的？那个女方说他们是玩游戏啊，然后约出来啊，然后吃饭啊，然后发现两个人的性格还是很合的，然后能聊得起来，各个方面都比他自己的男朋友好，然后把男朋友甩掉了。小强，土耳其人有三个最重要的东西。第一马，第二强，第三老婆。班队，你上次有说土耳其最重要的是东西是土地，就是我们土耳其人觉得是我们的土地是我们最重要的东西，跟我们的家里一样。别说了，好，别再说了，别再说了，别再说了，我还要说了，我还要说了，爱国是这三个东西的更高的位置上，对，爱国是跟这些任何东西不能比的。我觉得这个完全接受不了。别人看你的女朋友，你不会吃醋吗？还是怎么样？看一下也要吃醋是吗？肯定看一下。那你在中国有看过别人的女朋友吗？你经常看。土耳其我肯定不经常看的。不不，看土耳其那边。哇呀！因为呢，真的是土耳其，如果是你一直盯住看一个人的女朋友，或是你看一个女朋友，她如果被就是发现的话，都要偷偷的，会出事的。我跟你们说，发现的话，因为这个问题让我很激动，知道吗？因为真的，我听这个都接受不了。我觉得这些男人啊，我不是说你啊，你别不开心。我觉得那些人男人啊，就是他们不够自信，不够伟大。他们觉得我的老婆，我的另一半是我的财产，相当于什么呢？我为了这个房子，我花了时间，花了精力，我很努力的去赚了钱来把这个房子买下来了，它是属于我的，房产证在我这儿，它连动都不能动。但完全是错，老婆也是一个人。我觉得波波说的跟这个关系不太一样。我觉得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社会，我们不看手机，我们在看电脑，可能最长的时间我们在这种虚拟世界里边，我们在现实的生活中没有找到的东西，我们会在这个虚拟世界去寻找的。我觉得这是算是一种精神的出轨，所以我觉得必须要吃醋。是的，是这样子。说得好。我觉得你们这几个人，你们的想象力太丰富一点。就是你想想，你刚刚说就是因为你在游戏里面你出轨就是精神出轨，那我在游戏里面杀人是精神杀人吗？没有，这些都没有。为什么一轮到他有一个游戏里面有一个老公，就轮到说他是精神出轨？这位英国的兄弟，你说错了。就是你在游戏里面你可以拿枪啊，拿坦克车啊，拿什么去炸死人家都可以，但是你今天在游戏里面站着老公，你可以私底下约他出来，然后谈一些东西，就那到时候再说吧，一拍即合了，那到时候再说呀，就发生了。毕竟是一个虚拟的世界，对，他们这怎么说啊？找老公什么生孩子，就也就是组队去完成个任务，为了利益而已。我告诉你，你要对自己有信心，你知道吗？对，自信，对，你要自信很重要。对，对，你要自己有信心。我一个18岁的小孩都看出来，你们这些，哎呀。
在单纯人的世界当中，这就是单纯的；可是，在不单纯人的世界当中，他没法单纯。Yes. 莎莎，我觉得虽然我平时是很爱你的，真的真的，但是你这次讲得很错。K， 马来西亚有一句话说，吕瑞是一个很专业的演员。为什么我这样说？等一下，你听我说。就是电影的东西和游戏是一样，都是虚拟的东西。是的，假的。对，然后我去演戏的时候，我会都会演一些比较亲密的动作。Kiss。然后呢，我就叫我女朋友去看看我演的戏。为什么会说专业的演员呢？所以我演出来的时候，他会感觉到，哎，我真的跟这个女演员真的是有那个关系在，所以他就会吃醋。你是带他去看，故意让他吃醋，证明他爱你。没有，我是要给他看。你听我说，口味好重啊，陈超。你的口味好重啊，你喜欢这么玩的哈？其实我疼惜他了，我疼惜啊。是他在看戏的时候，他是不要看嘛，因为他怕我心疼嘛。他说直接来。我就掰开了手，特地让他看。来，米可，这种情况对意大利人来说绝对会吃醋的，而且那个后果会非常的严重，就是可能那个前男朋友或者男朋友会怕那个女的她死，因为吃醋的太严重了。受到，这很受到没有关系的。我觉得你不应该吃醋，你就应该跟他分手。哇，在我看来，男女朋友本身的意思就是你们两个只有彼此啊，对吧？所以如果他跟别人有关系，但他没有关系，无论是什么样的关系，可能是一个游戏，也可能是别的环境，简单的来说就分手吧。我觉得如果一个数码的老公给你压力的话，我觉得你有问题。我有问题啊？你比不起的。他太可爱了。我有问题啊，我没有问题。一直到今天聊到现在为止，我都觉得没有一个观点能够让我有一秒钟的说服我。我个人觉得其实我不太会吃醋。陈明老师，你会吃醋吗？我会。你会吃醋？我会。你先给我一个吃醋的理由，说服我好吗？就是情趣。就是在爱情生活中，吃醋是一件很有情趣的事情。爱情是一种很微妙的角力平衡，就是你过来一下，我过去一下。如果站在理性的角度，其实小贝啊他们刚才说的是对的，因为人是自由的个体，我们要尊重彼此的交友圈，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理性的观点。可惜的是，爱情就是最不理性的一个状态。对，越是理性的结论，在爱情中它越不适用。因为两个人谈恋爱，然后就是你刚才你把你的对他的东西全部分析了一遍，然后说，哎，你看是不是特别合乎理性？这说明什么？说明你不爱他嘛。你不爱他，你才要用理性的一套框架来评价双方的关系和相处的模式。是爱情是不讲道理的，不讲理性的。那这个时候怎么走呢？跟着感觉走。如果我女朋友在游戏里叫别人老公，我必须吃一下醋表达。但是其实我也不会像罗世杰那么夸张啊，就直接分了呀，或者杀了呀，打了呀，什么西西里岛上发生的惨不忍还的故事。不过我吃了醋，他还是不改。我得出一个结论是，那可能你没那么在乎我，这个爱就少了一分。要么多一分，要么少一分。这个醋吃出来，表达出来，对这个爱情是有帮助的。它是帮我们看得更清楚，帮未来的更互动更良性。其实爱情当中最甜蜜的那个瞬间，就是吵完之后，大吵完、爆吵完之后，还是想要爱你的冲动。瞬间才是你，否则那么多年过去，吵也不吵，平平淡淡，看起来平平淡淡，其实只剩下习惯。爱我估计是没有了。哎，老师，我觉得虽然有的时候你讲话的时候，你有一个就是特别就是有丰富的知识的那种样子，但是有的时候你说的真的完全没有什么道理。哇！你觉得我最没有道理的地方在哪？哦，我们先看你的就是表达的方式，好不好？表达方式有问题。这真的不愧为是一个超级大国的习惯。他国，这是美国。听他说。我的意思是说，你觉得如果他到了那个程度，叫另外一个人老公，你不会相信了，你不会让他要跟他分手吗？你之前有女朋友吗？我现在有，很好，一个非常美丽的。如果你有一天看到他在网上叫了人家聊天记录，你瞟了一眼，正好看到他称呼他老公。我不知道你找的是什么样的女朋友，但是我叫的那种不会有的。我是说，假设有一天你正好看到，你是一定会跟他分手是吗？这离世事好远啊，知道吗？陈老师，是不是感觉很累？有一点。那种感受我懂。我刚刚说就是我为什么不会那个。生气，我
我真的完全不会，因为我就觉得他就是个孩子游戏。对，好，吃不吃醋这件事情，我觉得我可能会演一下，然后借此机会晚上出去玩一下，喝个小酒呀什么的，还喝得蛮有道理的。明白了，不吃真心醋，用两个字来概括就是好。你们刚刚在辩论的过程当中，我就觉得你们完全个人角色带入，自己的感受全都上头。你们自己是什么样子的？夏夏，你肯定吃醋吃得不得了吧？不得了，真的是不得了，心胸小的嘞，是吧？我非常简单的说，我非常爱吃醋。比如说最简单的，如果我身边我的女朋友夸一个明星，啊，我真的很难受。香菇，如果你女朋友看我们的节目，在我们节目当中跟你在一起看这个节目的时候，她可能不小心说了一句说，哎，那个谁谁谁长得也还挺帅的。不会说。谢谢。如果说了呢？我不会为了这个吵架，但是呢，我会吃醋放在心里，有一天肯定我会把这个你会放心的东西拿出来给他。你会什么样？什么难受啊？真的不舒服了。你只是我假设的，刚好笑。那如果你女朋友来我们录制现场，然后我们就跟她拥抱示意一下，可以吗？就我接受不了啊！真的我接受不了。那么严重，手可以吗？也会吃醋。那如果我是比较特殊一点，这个方面我比较。那如果我们夸她说小强，你女朋友长得真漂亮，可以吗？如果你看完以后跟我说，我是肯定会吃醋的。天哪！那我们只能说。这个女的长得真丑，然后我们就走。长得真丑，不和你拥抱，不和你握手，再见。就这样。我也会吃醋的，我前女朋友非常喜欢直播。喜欢直播？对，我非常不理解为什么她要直播。然后呢，如果你在那个 Instagram 上发自拍，我也会很难受。但是我最不能接受的就是别人给她说，你发这么漂亮的照片，你的男朋友不介意吗？我觉得这样做的真的对不起我，因为我比较相信爱情，我因为爱情会放弃一切，也牺牲了很多。其实我来到中国是因为我前女朋友，所以我一定会做的很多。为什么你要做这么东西来对不起我？我真的不接受。来，张伟，你有女朋友吗？有啊。啊？而且他的女朋友特别正。结婚了？哦。订婚了还是结婚了？订婚了，订婚了。你吃醋的反应是什么？我是比较爱吃醋的。比如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啊，就才刚前两周的事情啊，他现在在台湾嘛，然后他工作在桃园，然后他要回老家，坐火车回老家苗栗。然后呢，有一个老同学，男生，来火车站接他，骑摩托车载他去咖啡馆聊天。我觉得他们见面聊天，这个没什么问题，毕竟是老同学，是不是？但是就是这个男孩载他这个问题还是有点看不惯了。万一他坐在他的喝点酒背后啊，就抱着他，就一直抱着他，或者是这个男孩这样载着他，就可能万一他心软心动呢？而且男的故意的。对，因为这样特别那种感觉。你怕那个男生突然心动了，因为有可能要抱他的腰，他是我妈就会心动，突然觉得这感觉很好。我觉得双方都有可能来电，是不是？啊，来电。哎，其实我跟你讲，有的时候真的就是一瞬间。一瞬间，这种就是他刚刚讲这个画面，我觉得还挺有感觉的。你想啊，男朋友在北京，他自己一个人在台北，然后呢，明明去上班，男朋友没法载他，突然出现个老同学，拎着大箱子，一般下飞机又没人帮忙。那些年错过的大雨，对吧？完了，然后如果这个男孩身材还很好的话，然后一抱过去，腹肌八块，那个紧致的，很有弹性的感觉。对吧？而且摩托车、机车是一种很有速度感的东西，平时跟怎么就很帅呀啊，说话多，对吧？慢吞吞的，就真的怕心动了。突然体验到了速度与激情。哇，说得好，说到重点了啊！我吃醋的点是这样子的，一条龙。
就是我女朋友在我面前老是说别的男生的好，就说哎，我觉得他走台步比你好，演戏比你好，这样，他真的会刺到我的心，你知道吗？这个是的。然后我的方式呢，就是把那个男生杀了。哦、OK， 我觉得你的朋友最近身材练得不错，哎，他头发染得比你好看，这样子就是反击回他。对，然后他一比一，为什么你要这样子说？你不觉得我很痛吗？然后我这样，哎，为什么我这样说你会痛？因为我也是痛。所以当你说这句话的时候，你要想一下我感受，真的。但是你知道吕瑞他会考验他的女朋友，他今天在跟他女朋友就是视频聊天什么的，然后他就把那个视频，然后就是给他女朋友看，哦，就是萨是不是很帅的一个俄罗斯小哥，然后就是哦，就是挺好，是不是？他故意引诱他考验他，看考验他的女朋友的反应。Boy， 我只是要介绍说。我的一起合作的朋友有多么好看，多么帅，这样子真的。你女朋友在视频里面，因为我跟她说她很像贝克汉的大儿子嘛。啊，对，我自己其实我也承认他很帅，真的像，帅哥。然后我的女朋友就跟我说，宝贝别傻了，你最帅。你确定能播？说是你3到5岁的时候那些事儿吧。不是，就是我就有过一个女朋友，对，我初恋。多大的时候呀？2年。16岁。哎呦。确切说是17岁，因为我已经过了那个18岁。你爸妈知道吗？知道。我自己是一个不爱吃醋的人，即使如果这我吃醋了，我也不会表现出来，因为他会经常。利用你这种吃醋的表现，然后刺激你，更加，我感觉应该会这样，他会经常刺激你，很懂啊。一般高手之间过招，不能有弱点，厉害，对，不能有弱点，一旦被发现弱点，他就会不停的利用。以前这个感情只有一段，你为什么可以得到这么深的一个感触呢？对啊，因为我想的很多，我会读很多书，这样的。他看很多书啊，而且他看的书都是爱情。其实你们忘了一件事情，因为他妈只要每次跟他爸生气一下，就可以获得一件貂皮带。这种套路，我觉得他从小是看到大的，就是他要谨防这样的情况出现。对，我自己其实也是一个比较爱吃醋的，对，然后我从小就发现我是这样的。从小你怎么发现？就我小的时候，你为什么吃我的汉堡？你为什么每一次给我提到汉堡呢？啊，你说。我小的时候，我跟我妈妈去一场比赛，然后那时候我朋友的爸爸。来跟我们开始说话，然后他开始跟我妈妈谈起调情，然后嘿女士，你要吃汉堡吗？好吃啊，你看到上帝的份儿。那时候我才10岁，但是我感觉很尴尬。但是虽然我妈妈没有理他，但是站在我爸爸的立场来想，我开始感觉很生气。然后那时候我觉得以后你帮爸爸吃醋啊、对，你心里是不是在想，哦，我的天哪？对，那时候。就是我长大之后一定会变成一个特别爱吃醋的人。然后我现在有一个女朋友，然后我们开始谈恋爱的时候，如果她跟别的男人去吃饭的话，我那个就是我也会吃醋，我会有点生气。你会动手吗？不会。现在因为我就是我完全的相信她，但所以我现在好一些。比如说昨天晚上。他跟一个男生的朋友吃了一顿饭，两个人，其实他也是我的一个朋友，然后无所谓，我跟你说，无所谓，就这种朋友是最可怕的，这个是最可怕的。韩语主要的是你，就是第一是别让你知道，你有没有自信？第二是你相不相信你的另一半啊？相信哪来的？你在说什么，多多？你说你太单纯了，什么相不相信？你们这些人真是……为什么坐在这里的人其实比较容易吃醋？因为吃醋是因为敏感，所以我们看到另一半身上那种可能普通人关注不到的东西，我们往往心理上会有更多的波动。其实，但是敏感这是一种体内的性格特质。你要理解成吃醋也是吃醋，但你要理解成优势，它也是体贴，它也是关怀，它也是将心比心的表，它也是更不更更
不屑于去掩盖那种爱的感觉，会更多的表达出来。所以这些一个个都是情场高手才能做到这里。那你这么一讲完之后，我觉得我是一个特别愚蠢的人。对，你冷漠，你这叫冷漠，我是真的，你这叫大智若愚。我也不体贴啊，我也不太会什么爱的表达呀，就是我就是你别给我找事儿，我也不给你找事儿。你知道吗？你最大的缺点是什么？低调。人民老师的马屁拍的。如果我相信了，就跟你们一样，那叫自欺欺人。那个刚刚聊的是自己的事情啊，我相信就是在你们的国家当中也会有一些非常出名的一些人物，因为每个国家最不缺的就是这种故事了。嗯，大家都很爱听这种故事，这个故事只要一散播开就可以传几千年，一直传下去。对，好，我们来谈谈各个国家有没有哪些非常有名的大醋坛子，说说他们的故事。罗世杰你先说吧，美国的大醋坛子是谁？2013年那个南非的总统去世了，对吗？然后美国的总统奥巴马和他的妻子 Michelle 去参加了他的葬礼啊。奥巴马坐在那个丹麦首相的旁边，然后他们两个聊得很开心，然后他们聊开心的时候，米歇尔就坐在奥巴马旁边，然后他看起来非常非常的不高兴。我给你们看一个图片。对对对对。I will kill you。 对，站起来。过一段时间他就发现Michelle 和奥巴马换了个座位啊。对对对。哇，他们眼睛还在瞟他。好喜欢 Michelle。 他眼睛还这样呢。很多网友开始说，哇，那个 Michelle 特别爱吃醋，然后但是我自己觉得这都是假的，这是媒体用的一个手段来吸引一些眼球。炒作，炒作。来，我们再来看一下田元昊，因为这个美国的醋坛子比起你们英国的那个大醋坛子可能级别还是低了一些。我要讲的是小贝，也叫大卫贝克汉姆。对，然后其实我说的是他的老婆，就是贝嫂，也是维多利亚贝克汉姆，对吧？我的女神，我小时候的女神。然后你看，就是他们一次看一个 NBA 比赛的时候，然后 NBA 比赛有啦啦队嘛，很性感，穿得很爽，然后那个小贝看得很比较仔细投入，看得很投入。然后呢，被发现了，被贝嫂发现了，贝嫂不爽，完了，然后他就安慰一下贝嫂，啊，不是这样子的，我只是很想学他们的舞蹈之类的，我不知道他是什么，然后他还是不行。很无奈，尴尬。来，悠悠，日本，在日本有一个公司专门给那个女生服务的，有些女生觉得自己的老公最近啊对自己的那个关心不够到位，那就觉得哎这个找一个这个公司，然后呢让他拍出了一个帅哥，然后呢让帅哥在一些跟那个男朋友一起约会的那个场合，比如说酒吧呀什么餐厅，然后给那个男朋友看看我是被那个帅哥搭讪的。我就觉得这个公司，我就觉得特别有日本的梗，然后特别委婉，有没有？就是让男朋友有危机感。好坏哦。对，然后危机感，对吧？好坏哦。你可以去那个公司。好。什么公司？大又开始。意大利队吗？意大利队。Hello。意大利队吗？意大利队吗？做单词。哎，对对对对对对对，慢慢来。一个日本人教一个意大利人中文，孩子，你上错道了。来，再来看一下唐小强，土耳其。土耳其，其实我这个也是。哎，土耳其的大醋坛子就是你啊。对。对啊。把分析给你的人。先带的是我，但是我要按到历史上给一个句子。活着的只有你一个了。然后我们国家以前奥斯曼帝国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苏丹，名字是苏雷曼，他有一个老婆，他的老婆全就是世界的各地地区地方过来的人觉得是，那时候的雷星觉得就特别特别美丽，对，就是很美。他算美吗？然后呢？就是以前嘛，我觉得他是你昨天说的，就是脸很瘦，但是这个还没有 P 图，有点胖。那种人，这是黄罗世杰，你觉得他不好看？你怎么会说我？没这么说。我们是
是你先听这个故事，你不会说这种。让我再说话，不好意思，你但是他真不好看。然后呢，他从欧洲国家有一些就是政府员过来，直接要开会什么的时候，然后就有一个是见过他，然后觉得是他特别美，然后去自己的国家以后，然后像做一个歌剧，然后是取他的名字，他的名字是 Hürrem Sultan， 苏丹许雷曼就听过呢，哇，别人取了我老婆的名字给一个歌剧，他很生气很生气，然后就说要么就是取消掉这个名字这个歌剧，要么就是我杀掉怎么所有的任命。好，棒棒的。哎，你知道吗，你们刚刚讲这些人，其实我觉得很多人，最起码相当一部分人，他们都是双重标准的，包括我们自己在内，都是双重标准的。这种事情发生在女朋友身上不行，发生在自己身上可以，因为我们总觉得自己能控制好自己，但是对方总觉得你肯定不行。对，有些人经常就说嘛，这个吃醋这件事情就是缺乏安全感，对别人总觉得不行。然后这种人还有，通常情况下还有一个很可怕的一点，就是控制欲可能非常的强。对，总是觉得自己能控制一切，因为我能控制我，所以我也得控制你，可是你控制不了你自己。今天的第二份提案就跟控制欲有关系，也是关于我的女朋友的故事。我女朋友人美心细，对我的一切都很上心，买衣服从品牌到颜色款式搭配都是她为我做主，每天吃什么美味营养也是她说了算，跟朋友一起玩她会直接帮我严把第一关，连同性朋友她都会360度筛查个遍，更不用说异性朋友了。我有100个申诉抗议小反抗，她就会有101种理由来说服我。她的人生格言就是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好。朋友们都说我找到了贤妻良母，但是我却觉得她像老妈一样在管控我。请问女朋友的管控到底是不是一件好事呢？陈超，为什么我觉得这是你男朋友写来的提案？除了第一句我女朋友人美心细对我的一切都很上心之外，后面说的都不是我。所以你有男朋友了？曾经有过好吗？连好。因为她男朋友最后留下了这封绝笔书，自杀了。陈超，我要走了，最后留一份提案给你吧。请问，陈超的管控到底是不是一件好事？没有。觉得是好事的，请亮灯。好多人愿意被你管哎。不愿意哈、啊？我不愿意。为什么？您的男朋友才提案你说的话，比如说吃垃圾食品或者喝酒啊什么的，他的那些习惯可能是他的一个释放压力的方式，你去管他，你去建议他不要这样做的时候，你反而给他更多的压力，然后他会对你有一定的反感，所以最后还是跟你分手了嘛。小贝觉得不是这样，因为我真觉得就别人对你的意见其实是最客观的，他们就你自己的话一直照镜子就觉得自己好看，自己穿的衣服帅，我也是这么觉得，什么之类的，就你自己做的事情都是完美的，都是好的，但是其实并不一定是这个样子，别人才是最客观的，这个方式能真正的就是归根到底找到这个问题在哪里，让你去改变。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的话就是一个表达爱的一个方式。上了节目之后其实也是粉丝到处都是，我发了一条微博，95%全都是胖了长了痘痘胡子好丑什么之类的，跟我的一样。我在这里换了衣服，编导就看我一眼，就一个字丑。然后就那个样子，反正这样的话就节目上就现在有了这样的我，就完美。好丑啊现在。你不能用你各种各样的关心我的方式来控制我，这样的做法是一个很强势的表现，也是一个女汉子的表现，所以女汉子的表现。你很用力的对着镜头做了一遍，然而并没有什么改变。这世界这么大，我如果我不跟朋友们出去玩了，我什么都不干，然后住在你的世界里面活着，我失去了一切的一切的乐趣，没有什么利益，我活着。
所以你不要来控制我，关心是关心，控制是控制，是两码回事。米可，你同意吗？两码回事。不同意，我觉得丁安丽。你不同意。我不同意。我不喜欢你。我不同意。我觉得丁安丽手的控制是一种幸福，因为相当于有人爱你，有人关心你。反正我也会控制我的另一半。你也控制啊？尤其是衣服这个方面。衣服。对啊，因为你穿的很时髦。我先说说的是，意大利人非常的看重衣服这个东西。我们认为最重要的事情必须用衣服来珍惜他们的，所以我们真的不接受有人穿不好看衣服出门。上一次我过生日的时候，我当时的女朋友参加的时候穿的非常的普通的衣服，我的女生朋友穿的比她还好看。所以呢，我真的非常的生气，我觉得没有分手，二楼，但是我觉得这样做的真的对不起我，所以呢，我真的会慢慢的把他所有的衣服都换掉，慢慢的。他也有的时候非常非常直接，知道吗？今天我本来要穿另外一套衣服，然后他说，你这是什么意思？今天有没有谁的衣服你觉得不好看？从谁开始啊？田元昊的陈毅的言辞真的对不起我。对对对，田元昊一直都挺圈的，是不是？田元昊是老代表最土的。其实其他的都差不多。其他的都可以，就田元昊的颜色真的。怎样啊你？但是我不得不说，会长今天穿的外套真的很好看。外套。马屁拍马屁。谁说他马屁？不是我。我要告诉大家，开录之前米可是这样问会长的，哎，会长会长，这个衣服是你本人的吗？是的。太好看了。然后我就问他，我说我的衣服好不好看呢？他就说是不是你的。我说你先说好不好看。不知道怎么回答了。很多人说您所会爱上的女人往往很像你自己的母亲。哎，对，有这个说法。你小的时候都是妈妈来管，等你长大了，你出去了一个人，啊，没有妈妈的关爱，是不是关爱？后来，当你的女朋友走进你的世界，她就是你第二个母亲，第二个妈妈，给你妈妈的爱。我觉得这个是一件非常值得珍惜的事情。我很同意瑞典的这个想法，我觉得说得很不错。你们这帮没有亮过灯的老外，我觉得用上海话来说，老子瓦特了。他来管我的话，说明他爱我在乎，你们都不懂。还有一句话我要说，你们这帮老外是身在福中不知福，有这种的女人赶紧娶吧。走。我其实是特别不能接受让我女朋友管制我和控制我。说的 对, 对，我实在是受不了，一点都受不了。我有什么不可以？自己，你闭嘴。哇！我比你大十岁，吓的。从我自己。不理你。我的镜头挡着了。我镜头挡到了。如果一直他告诉我今天你要吃这个，明天你要穿那个，我脑袋会大。但是呢，我应该是个双重标准的人。对，你就要管他，你会管他。我不是管他，怎么说？就比如说我今天想，就是想去吃饭，然后我想让他陪我去，然后他比如说他要去图书馆学习，然后我说你现在不能去图书馆，你必须现在陪我去吃饭啊。所以对，我是这种人。我还是觉得这不是一件好事，比如说，我有一个朋友，就是一个队友，然后我们之前参加了一场比赛，那时候他带了他的女朋友去看，然后喝什么吃什么，都是他女朋友说了算，然后如果我要给他看什么东西，你必须得通过他女朋友的同意，最后他的那个心情就弄得很差，然后他的表现就不行了，结果我们输了。就因为一个女孩让你们输了一场比赛，不是那么直接，但是有这方面的原因，有这方面的原因。历史上有多少场战争的失败都怪到了一个女人的头上？哇！为什么受伤的总是女人？但是我自己觉得最好的就像我女朋友一样，她不但是非常非常漂亮的，但她也会这么说，她会说你穿哪个颜色好，但是你穿那个可能好一点。但你无论穿什么颜色，你都非常非常帅。
你才来我们节目才来第三期，我不知道听了多少次我女朋友很好看这件事情，可以给我们看一下照片有多好看吗？可以。哇，漂亮吧？哇，还挺漂亮的。漂亮吧？是有一点点华裔，他是中国人。对，个子高，1.75米。哇，对，他也很聪明，你知道吗？你们怎么认识的呢？母语是缘分，好不好？在哪里认识的？在美国，我们是一个大学的，我们大学有一个写作中心，然后我是里面的一个老师，他是我之前的一个学生。哦，我有老帅不像陈明老师。我告诉你，昨天晚上他绝对没问题，中国姑娘靠谱的。你单独吃饭一点就是吃饭，啥事儿也没干。等一下，你是老师找了个学生对吗？啊，你可是我想问一下，你老婆又不是女学生，她是我老师。学生找老师？对。哦，大家都是师生恋吗？怎么地了吗？高手。被老婆控制到底是不是一件好事？我觉得绝对是好事。男人呢，就怎么说呢，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生物。嗯，就是你给他一道缝隙呢，他就开辟一个世界。而且有的时候他这个人性啊很滑坡，我这样说虽然比较绝对吧，但是真的我就反观身边，我是对这个男人的人性站在一个很阴暗的一个视角。你对男人很失望是吧？曾经受过伤？这个有点意思。其实真的是这样，大部分男性在说哎呀你不要把我管得那么紧的时候，你客观点讲啊，我们扪心自问，心底有没有一丝丝侥幸的心理，觉得万一哪一天我可能怎么什么样一下的时候，你不要知道，或者哎呀你就算了，这个事情你不要介意等等，都会给自己人性留一条缝隙的。反而当老婆这种像你刚才说360度无死角管控起来之后，你发现人性他就被约束起来了。但是我在想，就是每一件事情都有一个度嘛，我在想大家究竟最厌恶的被对方控制的行为是什么。之前有个统计，这个统计是什么呢？我们先来讲三种行为是最男人最厌恶被女朋友控制的行为。第一名是偷看手机等各种隐私。哦，还有一种情况是男生容忍不了的，就是去哪儿都要汇报行踪。还有一种情况是不让出门与朋友聚会。这几种情况其实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都聊过了，所以我们就不聊这些情况了。今天呢，我们先问一个就女朋友控制的一个小问题啊。这个问题是我们节目的一位粉丝在给节目组写信的时候提出来的啊，说在恋爱当中，每天晚上睡觉之前，你的女朋友要求你必须说晚安，如果不说就非常的生气。哦，你会怎么看待这个现象？我是正好相反的，你必须得我发晚安，不然我真要对方发晚安。对啊，不然我真的会很生气。所以呢，我上一次我跟他吵架的时候也是因为吵架了。最近吵架了吗？最近吵架了，虽然我非常的生气，但是还必须得我发一个晚安。我给大家，你都已经吵翻天了。虽然我很生气，但是我还是不定的那个告诉到我在做事。你翻译一下，来，我翻译一下。第一句，第一个就是我刚到了酒吧。第二句最好笑。第二个就是好吧，你不管我吧，你不要理我。等一下啊，就是他先报备自己的行程，说他去酒吧，结果对方没有理。不是，前提是他已经在生气了，他还要说我去酒吧。然后对方没有理他之后，他就说好吧，酷，你太酷了，你别理我。对，然后呢，我正在回酒店。然后过了一会儿之后，你又发了一条。对，我正在回酒店。过了哪个到了酒店之后，我又给他发了 I'm back， 我回来了。然后呢，谢谢你没有理我。最后还是发了晚安。到第二天他还没有那个回答任何一个，对，到8:30。第二天的8:30他没有回复任何的一个信息。然后呢我跟他发早安。其实你已经气爆了，这个就是。所以你正好是相反的对吗？对。这个提案是你自己提的吗？我必须要跟他说晚安，也是必须要听他跟我说晚安。然后如果我就学长的话，如果我不发给他短信，他说啊没事，你就很辛苦吧，我会理解。但是呢，我早上起床的时候还想看他发给我晚安的短信，结果知道吗？结果就有说没有。气死人了。对，我又说气死活该。我想跟你讲一下，杨迪跟你也是一样的。对，因为我有时候工作真的累到极点了嘛，我就会到了以后说我现在已经回酒店了，然后我现在去洗澡了，我就发个微信，我就去洗澡了。洗完澡就很困了，我就马上睡了。我睡着了，我大概睡着一个小时以后会有电话打过来，睡着一接起来，
我以为你洗澡洗死了，怎么没有说晚安？对，其实不放心对方。就是一定得有个晚安，就表示今天一天算是结束了。今天的聊完了。对，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个我们慢慢倾听的故事。我女朋友喜欢我不按照她的意思做事的时候，不听她的话，有时会把分手这两个字挂在嘴上，这是我自己不能接受的。因为他是拿分手这两个字来威胁，对，威胁就是威胁控制啊。有一次我觉得特别奇葩，当时我在瑞典上班，就是开火车那段时间，他在台湾，然后呢好不容易来自台湾，然后呢我们在商场，我想买一个充电宝，他说你不需要这个东西，我说我们那没有这个东西，而且才一两百块钱，我自己钱我还不能买吗？哈，我还是坚持要买，我还是买了，后面的不行了，这火大了，他冒着大雨啊，冒着大雨冲着回家，我拿着伞追着他，啊、你追得上吗？我没追上，你肯定追不上，特别快，他跑回家，然后我就跟着追。然后这个画面十分尴尬呀，一个外国人在那，拿伞追一个姑娘，小姑娘就感觉啊特别尴尬了。她回到家，她第一件事情就是把我的行李箱放在床上，整理我衣服放在里面，然后把行李箱扔出门了。哇！啊，然后我觉得我这事儿真的只有在电影里面看过，我觉得真的太不可思议了。刚刚听到这段之后，其实。五味杂陈，你就觉得天下之大无奇不有，世间百态。其实对被控制这件事情的态度跟我们原生家庭的关系是最大的，它是性格根基里的话，其实它很多时候我们跟我们的爱人相处模式是很多时候我们父母相处模式的一个翻版。如果家庭里的是那种强控制型家庭，就是家庭对孩子管得事无巨细，然后安排的都安排好，那这一类孩子他对于被管控的已经养成了一个习惯，他在搜寻的时候他会极其向往自由，但他会又离不开被管控，所以他当他日后在找的时候，他会谈很多给他很多自由的女朋友，但是结婚的那个人一般还是跟他妈妈最像的那个。某种意义上人生是蛮无奈的，嗯，因为回头看一下最初的那个十几年，好多好多东西都已经固定下来，但是人生后半辈子的意义乐趣也在于此，在于能不能突破自己历史的禁锢。但是我在想啊，你们刚刚提到的控制不控制，其实你们也会知道有一些人控制你们其实是出于爱，他会觉得这是对你爱的一种表现。有些人虽然你不喜欢他的一些举动，但是你依然选择继续跟他在一起。但是爱难道是一种占有吗？你认为爱是占有吗？我们来聊一下这个话题。悠悠，爱是占有吗？我觉得爱不是占有，爱不是占有的，而占有是爱的一种方式。爱情是独立的，如果你不学会爱惜自己，你怎么去爱别人？你越束缚他，他越想要自由，越想就是飞走。如果你的女朋友和你分手了，但是她之后过得很幸福，那你应该去祝福她。如果你真正的爱对方，你要让她自由自在的，因为她也是一个人嘛，让她好好飞。如果你爱她，就要尽量证明，让她知道就是你有多亮，你有很多很多方式可以用保护她。爱是融合为一体的，是需要互相占有的。因为我爱你，所以我愿意被你占有。Amarti ma fatica, mi svuota dentro, è qualcosa che somiglia a ridere al pianto. Amarti ma fatica, mi dà malinconia, che vuoi farci la vita, è la vita la mia. Amami ancora, fallo dolcemente, un anno, un mese, un'ora, perdutamente. 爱的本质是连绵不断的疼痛，而唯一的解药是他也爱你。所以要感谢所有的观众朋友们，非常爱我们的节目。当然，如果你们想占有我们，我们也很愿意。感谢各位收看本期湖北卫视和黑龙江卫视联合推出的《非正式会谈》，我们下周再见。需要我。